这一位同学问题是上完早晚课后就是念佛，到晚上11点后啊，念几句咒语，如大悲咒啊、观音灵感真言，这样算不算杂修？能不能往生？这样是杂修啊。杂修是真的，能不能往生看你的功夫，啊，你的功夫得力能往生，啊，不要夹杂太多是最好的。